冬天到了，我觉得每个品牌都在推什么？推暖炉啊！以前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都是想说它是没有暖炉，这个不是哦，这是来自那个韩国 Paseco 的卡式瓦斯罐的暖炉。个人觉得它造型其实非常的好看，因为它配色其实我觉得非常好。它材质是使用 PCR 的环保回收材质，它安装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用我们一般市售上这种卡式瓦斯罐啊，而且后面屁股后面它这是磁吸式的，用磁铁吸附的，进去之后呢，往内压。往内压，吸住了之后没有问题之后，按压式的所谓电子的点火装置，压下去点火它就打开起了。然后重量是1.8公斤，购买的话原厂有附一个什么专用的一个吸型袋，长这样子。啊 ，Paseco 专用的原厂的吸型袋，长这样子。好，可以装这个啦。那在吸带过程中呢，比较方便，而且可以有效的保护到这个卡式瓦斯暖炉的主体。如果你正常使用的话，一罐我们一般市售的卡式瓦斯罐的话，一罐最大火开大概可以使用2.5小时左右。然后长这样子，其实非常漂亮的。那目前呢，其实各方都有销售啦。目前陆云峰也有上架销售，卖的就是卖4680元，数量有限，有需要的朋友呢，自己赶快去抢购了啊。